在现代医疗中，病人、家属和医护三者的角色扮演同等重要。尤其当癌症这样威胁生命的恶疾，一旦被医学诊断确立，如何告知病情，成为治病计划的首要之务，也率先挑战医师。我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那我会先跟家属，他最亲密的一个家属，或者是他的太太、先生，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小孩子，先谈这个事情，然后再取得他们的一个谅解，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情以后呢，我们再来跟家属，再来跟病人谈。特别是疾病早期的，比如说癌症的早期，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是换作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很希望我们知道嘛。那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会希望说我也可以参与这整个治疗过程等等。那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不是说去就是宣布答案的，因为这个是完全是没有考虑到人是一个有感情有知觉的动物的这种情况下才是这样，把它当成一个物体啊或者。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是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其实我们通常是建议是说，在关系不错的时候呢，他先去什么，他先去关心这个病人。告知等同沟通，表达关心是取得双方互信的基础。家属在医师的主动下，如果积极配合坦然面对，通常能与病人激发力量面对未来的各种变化。不过也有一些家属自始至终都坚持不告知病人病情，反而要求医护配合演出。因为病人他是最清楚两件事，一件事是他自己的身体的病痛在哪里痛，怎么变得更痛变不痛，他知道。所以你们跟我说没事情，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不对。第二个，他知道家属平常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改变。家属可以嘴巴不讲，但是问题是你肢体语言骗不了的。所以往往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是也蛮建议病人可能比较主动的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啦。当我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说你要把所有状况让我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比较容易掌控我自己。我不晓得是不是个性，也许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对我来讲的话，我希望掌控每一件事情，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就算是不好的消息，就算是医生给我告知是我必须要接受它是末端，我也要在这末端当中很清楚的掌控我自己的生活生命。只不过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幸运的是，我可以知道这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我可以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们，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跟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我也可以借着这段时间好好跟我们家人相处在一起。当然虽然相处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是感伤多于快乐，但是至少我觉得说大家都会懂得珍惜。其实呢，要有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的确第一个想到是我的父亲，因为父亲第一年纪比较大嘛，那所以我曾经挣扎过到底要不要去面对媒体讲自己的这段隐私。我是比较担心我父亲，但是还好这一部分呢，我父亲也很坚强。后来哥哥就带着爸爸一块上台北嘛，然后爸爸呢就在我们家后院摘了我最喜欢的野姜花带到台北来。那爸爸呢？这一段在高速公路这段过程当中呢，爸爸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哥哥就跟他说：“爸，不要哭了啦。”那爸爸回答是说：“你让我哭，哭完了之后，在素梅面前，我们谁都不可以掉一滴眼泪。”对，爸爸是这样跟哥哥讲。所以呢，爸爸到病房看到我的时候，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他几乎没有讲什么话，就是说：“丫头啊，加油啊。”爸爸在这里，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他的确是让你非常的感动。那
有了爸爸这句话，我看到爸爸这么坚强，老实说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至少我没有看到爸爸在那边怎么办呢、啊、如果父亲更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更放不下。所以我觉得说，家里面当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去面对，去勇敢面对。那当每一个人都勇敢面对的时候，你会给病友很大的支持。可是因为我们看到素梅的事，她比我们更坚强，而且她很主动的去跟医生说，哎，我的病情怎么样了，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她都会去问医生。那我们在旁边哦，有时候医生来查房病房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在旁边嘛，那素梅就会直接跟医生讲，大夫，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往后我会怎么样，都会讲这类的问题。那我们在旁边看听，就是说哇，素梅都不会逃避，她一点都不逃避，直接就跟医生谈论说她的病情将来会怎么样，以后会面临的问题，直接碰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我跟爸爸哥哥都会觉得说，素梅都比这么多很想主动去问医生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去隐瞒她，或是偷偷去问医生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作为癌症病人，素梅的主动化解家属的疑虑和担心，和她一样有着独立性格而且坚强的直肠癌病人陈慧慈，用她的勇敢主动与家人沟通。只知道她身体一直不太好，她只是觉得说她大概太累，没有想到说会是那么严重的一件事，所以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三个人就哭在一起。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然后细节不是很知道，啊，只是想到说三个人一起这样子成长，然后三个人感情从小就非常的好，一下子听到这样的状况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又想到说两个老人家也要去面对这样的状况，更不忍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想一想，就说好，慧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陪他。所以他去告诉我爸爸妈妈的那一天晚上，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回去陪他。当时我真的是所想到说，我把那种他们的那种冲击减到最低，我所考量到的那就是我怎么样用一种很愉悦的那一种心情，那一种场景来叙述出。虽然是听到了，一定也会像姐姐妹妹一样的抱着我痛哭流涕，但是我怎么样让妈妈能够降到最低的这种悲伤，那我也想到是说，那我就扮演一个老来子的角色，于青嘛，所以我就真的是，我好像现在想到这种，我好像是很小孩子气的那一种感觉，好像就是要让妈妈一方面是疼惜我，一方面又能够接受我这个不好的讯息。我说真的是很错综复杂的那种，可是我脸上又要在面带着笑容，好像无所谓，没有关系啊，就开了刀拿掉了以后就没事了。说妈，你不用担心啦，开了刀以后，医生讲开了刀以后我的那个希望还有50%啊。那妈妈听到我讲的这50%，好，那我们一起来面对。当初其实哦，说起来，我比较担心我妈妈不能接受，可是相反的，我妈妈比较能接受，我爸爸比较不能接受。女人的韧性是比较强的。实际上，真正的我告诉了妈妈的那个晚上，她没什么好睡。他真的失眠了，可是他第二天早上还是和爸爸一起起床了，去晨运，去跳他的韵律舞。他生活的他还是安排的很好，但是他在这个和爸爸一同去运动来回的这样子的两个多小时当中，他和爸爸谈起了我的状况。这个妈妈事后她都有跟我分享，她和爸爸在讨论
怎么样子陪着我一起来走。面对化学治疗的恶性反应，惠慈的家人透过沟通产生力量，承接了原本旁人就可以协助的大部分，但不是每个例子都这么正面。差不多在八九年前嘛，那姑妈往生，然后在告别式后的两三天，突然之间听到家里人说她是因为癌症去世，那这个部分对我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跟震撼，因为在之前的话并没有听到她得癌症。对，那后来我去问说为什么这样，那长辈这边去问，那就是姑爹跟表哥表姐他们这边有反映说，因为当时就是考虑到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说病人本身是一个比较，他们觉得病人是一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担心，然后比较有压力，那也比较脆弱的性格，那病人从头到尾都没生过病，这样一直都很健康，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会打击到他的希望，那所以没有告诉他。那第二个部分是他们提到说，当初在生病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那个道德压力，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是不孝顺公婆，做很多的缺德事，或者是说之前的一些什么上辈子作恶多端，所以才会生这么样一个极恶劣的重病这样。那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双重的一个压力，所以他们决定不告诉病人。应该这么说，我觉得那是家属自己的需求。他自己的需要，他害怕或者他觉得，哎，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对病人是好的，可是他是不是真的站在病人那边去想，或者真的是很有很多的蛛丝马迹能够确定病人真这个就是病人的想法。那如果你能够确定病人的想法，不是当面沟通最能确定吗？可是常常缺少了这个步骤啊，那这样的结果就等于刚刚您说的剥夺了病人知的权利，那你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人家的权利呢？面对癌症病情的起伏变化，病人、家属及医护间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重要。于是，全程而适切的告知，不断考验着彼此。常常会产生的一个临床上的状况就是说，护理人员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卡在这个病人可能想知道病情，可是家属又还没有准备好要告诉病人，那所以会有这种在告知上的一些困境啦。那不过在中国台湾这个一般的一个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先跟家属沟通好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告诉病人，然后最后呢常常决定权就落在家属的身上。那实际上说决定权都在家属身上，其实也变成是压力跟负担也都在家属身上。那当初我也犹豫了好几天，我知道他这个消息他知道，那我也犹豫了，然后我跟家人还有看了一些出来参考，但我也很犹豫我到底是不是要告诉他说他目前很确切的状况。那我也犹豫了好两三天，那我看了一些书跟家人参考讨论以后，我决定用试探性的先了解，像我想说先了解一下他自己了解的有多少，那我再看状况来跟他沟通。结果我跟他一谈，我发现其实他已经相当了解自己的病情。他告诉我，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说你对自己了解的病情了解多少？他说他跟我讲，是到生死交关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曾经是背着他偷偷的掉泪，可是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很坚强的，因为他更需要我们的支持。那家属大部分都会担心说这个病人会知道之后会萎缩啦，会没有求生的意志力啦，可能会自杀啦，那家属基本上都会说那就我们不要告诉他，等到时间到的时候有时间我们再告诉他。结果常常都等到要想告诉他的时候，病人都已经意识不清楚了，或者是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来不及，抓不到那个时间的点。所以再去看那些病人的时候，常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病人家属意识把这个责任交给家属之后，家属就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是他们压力很大的地方。所以当时去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都是病人跟这个医师跟
跟这个医护人员跟家属这个三者之间，他们的这个互动关系已经达到蛮紧绷的点，这样子，就说只要谁一点，大概就会马上就会知道真相这样。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点那一点这样。后来以后我求证的结果，真的是其实我们彼此都有顾忌去谈这个问题。他觉得他提起来谈，他怕我们伤心，那我们也一样的心态。所以他说其实谈了以后他反而能比较平静去接受这个结果，而且他也等于说我也鼓励他说其实好掉掉眼泪那些上那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彼此的情绪都需要疏解。我说这样子你是不是觉得反而舒服一点，他说对。那比较受不了是家属的担心啦，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担心啊，我自己可以，可是别人到底行不行，他们都会担心别人的脆弱。嗯，可是有时候也不见得，哎，不见得别人像你想的那么脆弱啦。所以病人的准备是很重要的，找到就把它准备好，你再去讲，通常没有问题。听到他自己是真正的胃癌，他都不觉得害怕，也他都闭口开口的说，这条路总是要走的，人生嘛，对不对？那我不会像人家说会有悲伤啊，反而是我们比他还要悲伤，他反而不会，比我们还要开朗。哎，也是有啦，辛苦辛苦啦，变贵，几只几年啦，变袂贵，都是一顿呀，一顿也都话不少，都话拢不少，我七十岁，应该顿嘛，一顿，对，这人平均只来七十岁，嘛未歹啊。这个有注音的，嗯，直接看懂，有的没注音都看不懂。因为我是读的不多，我有时候很深，那没注音也看不懂。所以，你感觉是体质哪的这个病哪的症，可能就是生命会比一般人。不是，妈妈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得到癌症？为什么他们那么老我就不会？我说不是，是自己的身体的关系，体质的关系。不是说老还有年轻的关系，所以在初期诊断的时候，如果病人是采取比较主动求知，他什么事情都要问，什么事情都要弄清楚的话，到末期他同样也是这样的情况，他会去问他现在到底怎么了，然后这种病人其实蛮不错的，我们就会告诉他实际的情况，让他非常的清楚，然后他就可以掌握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他一旦能够掌握他的情况，他就要比较好规划他的日子，或者规划他的生活。哎，其实这种病人蛮不错的。这个症状的改善，你觉得关键点在哪里？怎么会让你这样症状这样？你觉得改善很多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人家来看你们的是很祥和哦，很亲切。所以你的心情，心情很啊，还有医生的配合。帮我开药打针，药物还是有。阿护小是家姐，如果问了一点不是，他就帮我想办法。哦，所以你上一次提到的，像妈妈提到的，说你背部很酸痛，他帮你做背部的按摩，就改善了。嘿嘿，那天晚上就很舒服。其实这边很好，比那边的地方还好。嗯，因为照顾的目标不同啦。可能一般的病房大概就是想要把这个病治疗好哈，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一个病如果治疗不好的时候，一些痛的症状应该得到妥善的照顾嘛。对，那我们就是专门做这样的工作，当他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的症状，让他不要那么痛苦。对啊，我就是说最第一点就是有问到刘医师说，我刚检查他那高烧事情，我说如果我是要自然的走完一切，到我到末期的时候会疼痛，你可以帮忙我走吗？他说可以。他说有。所以那时候你听他的这样的话，就安心不少。对，很安心。所以既然人家帮我解决痛苦，我就比较很放心了。那来这里以后呢，有没有更安心？有。我一直强调说，死亡是需要时间跟学习啦。你如果没有时间，你没有学习的机会的话，你到时候更慌。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病情告知。
并不在于那个动作，不是说我说了什么我就代表我病情告知，或是我今天告诉我说你的诊断是某某某某某，我就做了我病情告知责任，而是我觉得病情告知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它就像是我们在做治疗，给药物治疗的时候，我们做药物的调整剂量的那个动作，其实给病情告知其实就像在给剂量一样，其实没有一个剂量是所有病人都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一模一样的效果的，你必须要去调那个剂量，我刚开始给你 5mg 给你一颗，慢慢你的效果可以接受，或是你需要更多的剂量我再给你第二颗，然后一直调到一个你最好的一个状况，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我觉得病情告知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刚开始给你一些试探，给你一些资讯，发现哎，你确定你确实是你的反应相当好，你需要更多的资讯，我会再给你多一些，我会一直给，用我的方式，用个最好的方式，然后一直给到你觉得这个病人确实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最需要的状态。那我觉得病情告知基本上它就像是一个在调整剂量的过程当中，你因人而异，然后调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病情告知，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之前我妈刚走的时候，那时候晚上我的睡眠品质都不好，大概睡到两三点，然后就会醒过来，反正你就是睡不着，睡不着你又不晓得要做什么，反正那么晚了啊，要不然就是早上四点的时候，我就会被我们楼下公园那个我妈他们之前做运动那个音乐声就会给吵起来，好，就会每次来我就会觉得说她好像一再提醒我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跟我妹来就比较好，我有一个妹妹，有时候她会跟我来，她做了那么多个，其他好像跟我来两次还三次啊，她如果有跟我来，像我们就会谈一谈别的事情啊，就